谁回来了？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们巢湖俱乐部的测试赛呢已经结束了。啊，有好几位朋友呢，就在问我，他说你这个鸽子跪跳以后，你是怎么调理的？你是怎样来管理他们的？你能不能说出来让我们借鉴一下？我今天呢就把我的做法和朋友们分享一下，这也不是什么经验啊，因为杀猪，个人有个人的杀法，只要把猪杀死了就行。我呢是鸽子跪巢以后，当然啊，不是你鸽子跪巢以后我就给它喝水了，到中午时分，那个时候已经没鸽子回来了，因为最迟的一只回来已经一个小多小时了，我才给他们喝的水，电解质，给他们补充体能的。由于今年的鸽子病情的特殊性，我们有的朋友呢在鸽子跪巢以后给他喝的是抗病毒的药水，我是给他喝的是电解质水。我是中午的时候给他喝了一次电解质水，还有下午也有鸽子跪巢的，我是到晚到天黑八九点钟以后，我再统一的又给他喝了电解质水。喂的粮食呢，给鸽子喂过水以后40分钟，我再给他们喂了小颗粒的粮食，清除加魔鬼饲料，我是加了活菌粉拌出来给他喝的啊，活菌粉是粗消化的。喂量喂了多少呢？我只喂了平时的1/4。后来到10点多11点的时候，我又给他们少喂了一点点，那个只是象征性的喂了一点点，要不然鸽子我进来以后全部围着我跑，又喂了一点点。第二天早晨呢，我给他们用药了，用了抗病毒的药，因为毕竟我是第一次上大楼，真的也怕他们感染病毒了，我呢给他们做了防病毒处理。喂的粮食呢依然喂的是清除，加了少量的赛飞粮食，只喂了平时的1/3。今天晚期时候呢，我就全部喂赛飞粮，当然量肯定还要扣，因为鸽子回来这个管理是最重要的。首先你不要让它积食，不要让它拉稀，总的管理的宗旨就是两点，一个是不让它积食，第二个是控制它拉稀。只要能够有效的做到这两点，那么你的鸽子就是健康的，休养几天再迎接下一关的挑战。好的朋友们啊，我就把我的鸽子呢啊归巢以后怎么管理的方法我分享给朋友们，朋友们呢可以借鉴一下，也主要的宗旨就是不积食不拉稀啊，就这两点就行了。谢谢朋友们对我一贯以来的关心和支持，再见。